都哆罗哆当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当喽，今天要玩的是逃生者凤鸣，不对，今天要玩的是 Day by Daylight， 今天要玩的是要玩，虽然要玩的是逃生者凤鸣，可是要玩的游戏并不是逃生者凤鸣哦，要玩的游戏是 Day by Daylight。对，然后我们要玩的 Day by Daylight 里面的逃生者凤鸣，好，上面有他的故事介绍，嘿，想要看的话可以按个暂停看一下。对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进入游戏喽。OK， 好，地图是哀嚎仓库麦克米伦庄园，是个不错的地图。然后我们带的技能有自我疗愈、生死与共、钢筋铁骨跟毁灭打击。然后附加品带的有黄色的工具箱，还有中符跟小符，增加破坏钩子的速度。因为一个任务需要破坏两个钩子，所以就带了这些附加品。然后开场三个人就在修一个发电机，哇，这发电机修得飞快。不知道这一场的鬼是哪一个鬼啊？然后修修修，哇，真的是很快，一下就修好了，赶快来拆钩子！哎，鬼是鬼面，哇，鬼在那边，是能够消心跳、消恐怖声音的鬼。别，哎，拆不拆吧？拆，那就躲柜子。没事的，我是一个柜子，不要开。哎，好像稳的哦，没惊，继续来拆钩子。说我是一个柜子，不要开，这样好像怪怪的。那我不开的啊，那我不能开的柜子的道理。然后破坏钩子成功，哎，左边修好了，那往右边跑，怕跟鬼撞在一起。再找下一个钩子，这边有没有钩子？没有，那拆上面这个钩子。鬼兵。鬼灭的技能是能够偷窥别人，然后标记别人。他偷窥看久了之后，就能够产生标记。标记成功，他能够一刀砍死逃生者。然后像这样就是识破他的偷窥状态，因为他要进入偷窥状态才能够标记逃生者。只要不能进入偷窥状态的话，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走路鬼而已。要识破他的偷窥状态，只要在我们的画面正中央，鬼出现在我们画面正中央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能够识破他了。哎，猜成功。哎，鬼在哪里？鬼在上面。我已经走了啦，别这边待了啦，我已经走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走了。哎，对，我已经走了。哎，他又进入了偷窥状态。进入偷窥状态的鬼灭会无心跳、无脚步声，非常恐怖。哎，朋友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哎，发现鬼灭了，这是一个唯一一个能够蹲下来的鬼。那我偷窥狂不会蹲下的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蹲下才能够隔称为偷窥狂啊！他那边去，我们不要识破，因为识破他的话，我们会被标记一段时间。我们会其实也不能算标记啊，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被识破，他就知道这边有一个逃生者，所以把他识破会有一定的风险。就像这样，他会来追我，不要追我。我想晃一下，然后我卡住，他也卡住。来，刚好这边板子。被晃一下了。没事的。然后前面有一个板子。
赛跑。还要进入了偷窥状态，我们赶快跑！卡住！这边有个板子，右边没有出口啊！他以为我躲进柜子里面，结果没事，大丈夫。还看着我的脚步痕迹。他砍了一个逃生者，你怎么在我附近嘞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修理这个发电机。然后这位受伤的逃生者，你怎么把鬼引过来？我这边修机啊，朋友，吓死人！啊娘喂啊！我想说奇怪。有唯一一个受伤的逃生者怎么跑到我们这边？原来他把鬼引过来了。哎呀，救我！这个鬼不太会玩，不太会玩的鬼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怕他手湿啊。对，难道这场就要凉凉了吗？对，他就守在上面。那我就啃两两。哎呦！哇，三个人意气相挺呢，跑过来救我。那有个人被砍了。谢谢朋友。哇！没关系，我有打头，我有打头，我有毁灭打击。有没有按到？耶、yeah, ，有按到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来，哦，往那边。来不及了，来一个钢筋铁骨闪过砍击，这边刚好有板子，往右边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这边有一个板子，还砍了另外一名逃生者。我的那首被追的 BGM 也不见了，好像稳的哦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赶快补血。我刚刚还以为。我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好，慢慢拉血。哇，大家也很厉害呢，只有我一个人上钩而已。对，被一位朋友吓到，对，然后上钩。啊，赶快修理，用工具箱修比较快。对，然后疲劳也快没了，没了之后，鬼鬼祟祟的往那边，往那边跑。哇，他又趁机把一个人给抱起来了，没心跳没脚步声，真的是会吓死人。你蹲我也蹲，往去踹发电机了，赶快来救人，来救人！来，没事了，快跑快跑，我替你挡刀！哎呀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哎，前面有板子，红光，来拉一点距离。有没有事情？没事。不对，我怕他突然间消心跳、消跑步声，进入偷窥状态，那就不妙了。
所以躲在柜子里面先偷看一下。鬼在那边，鬼在那边，慢慢慢慢爬，慢慢爬，还有啊，偷窥我，我要拆板子了，往右边跑，赶快往左边跑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大家冷静点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来慢慢爬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对。SS 警报金没了，对。来，现在拉个血，等下再逃出升天。我有个万圣节任务需要救两个人，目前救了一个，看等一下会不会死一个。哦，虽然我讲这话好像很糟，等下再死一个真的是乌鸦嘴。哇，还真的倒一个。来，等下去救他。然后一个逃跑了，哇！赶快去救！没发现我！还有，进入偷窥状态。来，静悄悄的，静悄悄的，快！哇，快跑！我听挡到，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冷静点。来，确定，有救起人。哟，刚好两个任务都解完。还好是遇到一个不太会玩的鬼，不然这两个任务要同时解完，有一点难度啊。好啊，那我是当肉，这一期的 Day by Daylight 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的话，下面留个言让我知道。对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都可以啦，可以的话就订个月吧。对，谢啦。好啊，那我是当肉，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，那大家拜拜。